假如暑假放20年。再回去，谁不收？快呀！哎，这是客厅啊，您不能进去。这里还有其他门吗？仔细闻一个门。他是哪里的？他是我的，我不要进去。你不能进去。嗯？刚刚明明听到有人在凶孩子，肯定在房顶。让我抓到你！不是说让你躲什么？我一定来打架的。女士，这是什么事？请你出去。不去，叫我来，我还不来。医生，赶紧快一点！啊啊啊！医生，